击大典结束，恭贺吾皇。皇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皇帝了，以后国事家事都是一回事儿，你可明白？孩儿明白。你明白啥？你明白啊？多大的心没点数啊你啊！太后息怒啊！皇儿今年17了，都17了啊！一个皇子公主都没给哀家生出来，你让我大魏国绝后啊你！母后，今天是我登基第一天，你就催我生孩子吗？什么年纪就该干什么事儿啊？事不宜迟，来人，上皇后。小李子，赶紧伺候皇上回寝宫。诺，等一下，这大白天的咋的啊？不在家。哎，这事儿也分白天晚上，是不是？怎么着，皇后让你不满意呀？多找几个，总归有满意的了吧？来，后宫佳丽3000，准备。母后，我还不想那么早生，我还想多过几年二人，想多过几年3001人世界呢。我都不着急，您着什么急呀？皇上，皇帝不急，太后急呀。我当然急了。过去家，你看看啊，隔壁高丽国的国王，人家也比你小一岁，可是儿子呢，都会说这个什么偶逆偶爸擦浪嘿呦了。人生规划不一样嘛，孩儿现在刚当上皇帝，正是事业的上升期。皇帝这个职业耽误生孩子吗？耽误吗？你以为是小李子呀？小李子，哀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也没事儿。母后，你说生了孩子，我还得陪他读书，陪他骑马，陪他射箭，我每天日理万机，我哪有那时间呢？你没时间，妈有时间呢。你看妈一个人多孤独啊！你就生个孩子给妈玩玩呗。这世界很酷。